大家玩物三分钟，睇咗先开工。超级电磁盒、微型电磁盒，相信大家都是挚爱的玩具之一。但系讲到电磁盒，不能不提以下我讲呢个嘅，就是阴阳电磁盒，一男一女合体，哇！当时嚟讲真系非常之创新啊！阴阳电磁盒是1976年的作品，故事就是讲述沉眠于地底的外星人开始侵略地球。咁啊，花月手博士为首的地球研究所就研发出最强的兵器。就是通过花月母和不条鳗的融合变成阴阳电磁盒，成为对抗外星人的地球最强的武器。我曾经三分钟就介绍过 Takara 出的磁石合体玩具，今次介绍这一款开窗盒版本。类似这款的玩具呢，就有小版、中版和大版的，这一款就是中版。虽然它不是磁石合体，但因为就不受到合体的限制，所以它比例上也都较为漂亮的，而且它合金成分都很高。咁仲有一樣嘢喎，就係佢有兩個碌可以插喺小腿隔離，就類似可以自動行走嘅玩法啦。咁啊趣味性都幾強嘅。咁啊講起呢兩個碌啊，究竟喺個動畫裏面係點樣走出嚟呢？就話說有一集咧，陰陽電磁盒咧就俾一隻機械獸打到腳部重傷，就唔能夠行走啊。於是咧，花月手博士咧就開動佢當時啊嗰集數嘅最新武器，就係嗰兩個碌，就由兩邊小腿由細變大變出嚟，跟住咧就憑兩個碌去行走，追趕只機械獸。最后呢，继续可以将机械兽击倒啦。咁其实嗰集呢都相当有趣嘅。やったぞ！今だロドゲス、とどめを刺すんだ。除此之外，當然可以發射飛拳啦。我諗當時70年代嘅機械嘅玩具嚟講咧，發射飛拳咧基本上都係指定嘅動作啦。呢款玩具咧市場上就較為少見，價格亦都較為昂貴。咁好感謝啦，呢個玩具嘅物主阿輝能夠借出俾我試玩啊。咁啊，絕對信任我哋啦，俾我第一次去開盒玩呢個玩具，介紹俾大家。嗱，講起朋友啦，喺人生裏邊咧就有好多友情啊，有好多爱情，好多亲情咧，俾你去面对或者抉择嘅。咁啊，凭住玩具啦，就令到认识唔同嘅朋友。但有啲朋友咧，就喺玩具铺成日都见面嘅，一见面咧就会不停讲玩具经。最常见就系讲话点啊？你近期买咗啲乜嘢啊？呢句说话就最常讲噶啦。跟住有啲朋友咧，识咗冇几耐之后咧，慢慢就成为咗深交。对于我哋嘅 channel 啦，或者玩具收藏家贩售展咧，都全力支持我哋。咁仲有一位，就是我推心置腹的好兄弟 Spencer，
同埋亦都因為玩具咧，就令我揾翻失散咗好多年嘅小學同學。咁啊，喺人生過程裏邊咧，當然會有啲人進入咗你嘅生命，亦都會離開你嘅生命。陪伴到我哋最後嘅，可能都係少數。但係友情貴乎於真誠，不在乎於數量。就等於大地需要水分，太少咧就會乾涸，太多咧就會造成泛濫。只有啱啱好細水長流，先至可以滋潤我哋一生。好啦，今集三分鐘時間差唔多啦，希望大家 like 段片，分享出去，訂閱我哋 TCM Talk Channel。睇曬所有廣告，可以嘅話，課金支持我哋，等我哋同大家可以行得更遠。下次見。